怎样？你为难了。虽然我本国百姓之苦，是我心上难安，再发自卑自信，顽童更下好处。但可惜你可见的，一场的雨水，可能是我落水成军，性命也来换。这将军，普将我为难了你，今天的答应要死当活罪，也来是生死的。这，我普将难安啊！老师傅，我能得了解。两名百姓来到你面头前苦苦哀求，使你大发自卑自信。既然我已经答应了，我也愿动心思。既然你提议百姓要求我天降大雨，那里我也请普清老师为我相助。将军你说，只要普京做得到，我定然答应你。唯恐玉旨失调自罪，恐怕我落水了，难道终身大事。最希望普京老师傅，你带平民百姓，观看天象，一道剑桥随意对行，怎样？秋芳命盘，若是我世在三现代，一点的晦昧，请你给伊接起来，点在白马寺的所在，为你吊拜。若有机会，落水成军我。由此而来，再度转世为人啊！管哪里处，普京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叫你的命所行。感谢啊，将军，你出恩之心，解救普京解良官，将为百姓，我代替百姓给你做多事啊！莫说谢，老师傅。我会自天定一笔一切，有上行官。将百姓交代言语，我在记在我脑海内，内中好好拜托将百姓到帮忙，也该好好准备了。